スカイ。经营这个频道到现在啊，一眨眼的时间半年过去了，一直以来我都很享受跟你们大家相处互动的过程。我发现在我身边留言的网友啊，素质水准都超高的，不论是对健身的问题，或是针对我的议题去做延伸探讨，而且我发现大家都超有梗的。每次上传完影片，我就会坐在电脑前啊，看着大家的留言，然后及时回复。留言板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它可以延续议题去做讨论、提问、回答，提供不同的见解或是给予多方面的建议。所以我非常乐见大家能够在上面讨论，那一起增进彼此对健身的知识，然后一起提升良好的健身风气。好啦，进入到今天的重点了。那上一次做了健身护具的介绍，那我发现大家对拉力带的讨论度都蛮高的。用什么拉力带啊？弱者才用拉力带。你们这些弱者。这次特别跟厂商 A 了十条拉力带，要来跟大家玩抽奖活动啦。TeamGen 这个品牌是专门在做重训护具以及健身服饰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follow TeamGen 的 IG 啊，里面有很多看了会兴奋的。那抽奖的方法呢？从今天开始到12月17号之间，一到健盖义的 Instagram 啊追踪并截图，二到健盖义的脸书粉丝团啊留一句想跟我说的话，并附上截图。我会在活动截止后啊随机抽出10名幸运得主，并且在12月25号圣诞节公布在健盖义的脸书粉丝团。记得别忘了追踪截图到粉丝团留言，顺便按个赞，一起来抽拉力带喽！我是健盖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